非常傲人的34第一球名。好，这位是我们的身材纤细玲珑但是战斗力强大的贤妹。名字被打掉了。来，这位最后一位，这是来自所有宅男心目当中永远的女神，我的兄妹。来，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珊珊啊。来，珊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脖子后面的那个纹身图案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的珊珊跟我说，啊，在她的脖子后面纹了一个榴莲跟芒果的结合体，啊，在大陆我们称它为流氓啊。啊，你们台湾叫做软软。今天晚上来自我们的台湾社会超级优秀的功夫 dancer， 在相关的时间里还会有不同的时段与您产生不同的互动环节，来自上邀请现场所有当上的帅哥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 Fox 万人行列，每天晚上精彩不断。OK， 再次谢谢我们的四位宝贝，休息一下 Thank you baby。